我知道，我就是共产党。莫小姐，到我这儿来的都说自己不知道，但过不了多久，他们就全都想起来了，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会让他们生不如死。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这个人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没有耐心。我现在数三个数，如果你再不说的话，你的噩梦就开始了。一、二。 接行动队，报告。什么事？队长，沈主任打电话找你。救命啊！让他等着。沈主任说让您现在就去，而且让您停止审讯。什么？让他等着。队长，他现在毕竟是代理主任，您看。
莫小姐，我现在有点事情，我出去一下，你可以好好休息休息。但等我回来之后，你要是还不说的话，那我这两个兄弟会接着伺候。 张队长，你好像还欠我一份仓库值守的行动报告啊！哎呦，沈主任，我太忙，没有功夫。再说了，我是行动队队长，又不是写报告的，是吧？但你放心，队里会有人写，一个字都不会少。嗯，有道理。我这刚刚接手青木公馆，一切都不太熟悉，但是之前听潘主任介绍过。 说张队长是一个尽忠职守、值得重用的人。哎呦，那我真得多谢潘主任抬啊，看得起我们这些从那边过来的人。哼，啊！我看过最近的一些报告，你最近可办了不少大案呢，尤其是针对国民党的那些特工，你可真有办法啊！沈主任，说到这事儿啊，不瞒你说，我在军统混的时候。 那些什么股长啊、组长啊，都跟我喝过酒，玩过骰子，他们什么德行，我张金辉最清楚了。不是我夸口，只要他们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他们要拉什么屎，不用号脉，我就知道他们心里有啥毛病。那你的意思是想让我跟南京汇报你的成绩了？什么意思？ 因为我从报告上看呀，经你手的这些案子，对方往往都是被击毙，可是死人不会说话呀，我们的情报从哪儿来呀？沈主任，这跟我有关系吗？你想想啊，方君年之死，还有上次武田大佐被刺的事儿，都是你参与的行动。 这怎么着，好像里边也有杀人灭口的嫌疑啊！放他娘的屁！我张金辉累死累活的，办了这么多案子，抓了这么多人，我有嫌疑。对对对，你这被青木公馆尽职尽责，这我知道。但是怎么说呢？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这可是真事儿。 我在武汉任职的时候啊，武汉粮库有两次失火。第一次呢，检查报告上写着主管失职，损失惨重。结果呢，这个主管被撤职而且严办。可是没想到，他继任的第二个主管又碰到一次火灾，但是这个主管上面有人，检查报告上写着主管组织救灾得当。 将损失降到最低，结果不但没查办，而且还升迁了。你说怪不怪？这一件事情的结果呀，往往跟看他的角度有关系啊。哎呀，这沈主任就是有文化呀，说话太深刻，但是沈主任说这么多没有用啊。说白了，咱们。 都是给日本人卖命，是吧？张队长，你不要觉得跟新来的武田大佐混得很近，你就很得意。武田大佐可不好糊啊。哦，行，沈主任的意思我明白。哎，你等，我想提醒你的是，你现在可是中央政府的人呐，啊，而且。 汪主席正在接管南京中央政府，这你应该知道吧？那怎么了？据我所知，你在军统的那段时间可没少得罪汪主席身边的这些人吧？而且这些人现在都已经掌了权，都是咱们的上级。所以说，这官场啊，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抓人你再好，可混官场我再好。我刚才说了。 一件事情的结果，往往跟怎么说、跟谁说有关系。好了，话不多说了，我现在不管怎么说也是你们的主人。
以后有事情了，该请示请示，该汇报汇报。嗯，好。还有啊，我实在不愿意看到我们的一个行动队长每天就是在刑讯室里边对付一个女人呢。什么意思？沈主任，方军年是共产党，莫衍平是他媳妇儿，怎么不该审呢？那怎么有结果吗？这不是刚开始就被您打断了吗？那好。 那就个案子，我亲自审。陈主任，这不太合适吧？怎么，我这个主任连审个案子的权利都没有吗？还认识我吗？ 求求你救救我！把他外衣脱了。走。你的姓名？王延平。职业？圣乔治教会学校日语英语老师。 你丈夫的姓名的职业？方君年，天津日报主编。那你知道你丈夫是共产党吗？我不知道。我需要你回答。我不知道。现在这个样子是不是让你觉得很屈辱啊？ 是，所以你要老实回答，不然你感受到的可不仅仅是屈辱。你最后一次见你丈夫是什么时候？他都做了什么？说了什么？他说要带我离开天津，让我收拾行李。方君年，昨天中午，陈大主任，您就是这么审犯人的？怎么有想法？ 谈不上什么想法，我就是觉得，如果测谎医管用的话，那行动队侦讯组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嗯，我也这么想啊。有的时候这机器确实比人可靠。